这款产品是我们新发明的，它的直径只有52毫米，大家可以看到这款产品面积是超级小超级精致的。我们这个仪表它有很多种，我现在手里的是转速表，我们还有速度表、水温表、油温表、油压表、控燃笔记表，这个是用铝环做的。而且我们这个产品它还可以靠触摸来调节它的亮度以及光的颜色，它有7种颜色，它要配置一个遥控器，可以用遥控器来调节。你可以通过那个遥控器设置它的一个最大值，那个报警值，比如说你要设置在4000转，然后它报警，那么当你在开车的时候，这个转速达到4000转的时候，它就会发出警报。这个产品应该很有市场，因为有些车的话，它本身带的那个仪表盘就有一个52毫米的，刚好就可以把这个仪表放进去。它可以安装在风口上面，有一些车的它的风口比较大一点的话，甚至是可以把这个直接嵌入到里面去的。对于开车者来说，读取里面的数据是非常的方便的。而且这个的话，它还可以放在这个 A 柱上面，也是读速也是非常的直观。我觉得这个产品它的那个多彩的那个设计以及铝环触碰可以改变它的颜色，这一点我觉得很受年轻司机的喜爱。有一种玫红色，我觉得那种玫红色的灯光是女性比较喜爱的。我应该会在我的车上装3到5个，多个串联的话更好看更酷炫。受众群体应该是一些18岁到48岁的热爱车热爱新鲜事物的人。